不是，你轻轻这样。从这个，就是搬起来嘛，因为那里有个螺丝还暂时没有。从这个大的。这里呢，这个底座啊，跟这些呢都是共用的。我这里卡死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个你放在这里都可以共用的，你直接抽出来，然后放上去就 OK 了。这可以调它的振幅啊、大小啊、时间这样的，因为有些零件它很长，你可能要站久，颤动又久一点才可以到位这样的。如果你我零件没短，我就颤大概0.5或者1秒钟才能到位这样的嘛。就是一些管装啊，你们管装的料啊，管装的